让我妈包养黄伟晋啊，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去一个饭局，我妈就坐下来，她就说叫干爸，然后就吓醒了。我用掉灵魂，你的灵魂，那天真地让我的宽容。哦，让我在懊悔中存活，我也用力过，多成一。杨世宏，有没有？哦，有没有？心就心，否则否，真相反正没人懂。有没有？不要再问了，你真的很啰嗦。我跟他到底有没有牵手？气死你，气死你，偏不说。有没有喜欢你？要你才破了头。林心海海，江苏要弄了解。清醒有时清采，有人说好，一定有人说歹，哪别想那么多，人生活比较自在。每天嫌车不够打，嫌厝不够大，嫌菜煮了不好吃，嫌某太歹看，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伤好，惊细伢狗水袂对人走。人生兜兜，亲像在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别来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。可以讲吧？可以讲吗？可以讲吗？我妈吗？对你妈。OK， 你妈就是。我们不是去台南玩吗？对啊。然后台南的时候，我已经 po 一个限动。我妈一直在厦门工作，我们很少会联络这样子。我妈就突然传讯息说：“我好喜欢黄伟晋。”就我当天晚上就做梦，让我妈包养黄伟晋啊！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去一个饭局，我妈就坐下来，她就说叫干爸，然后就吓醒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